黄明昊请蔡徐坤做吹雪图，蔡徐坤的反应太真实，网友纷纷怒赞。说起黄明昊和蔡徐坤，相信是网友们很熟悉的两位明星了。两个人通过同一档选秀节目出道，还是同一个组合的成员，蔡徐坤还是黄明昊的队长，两个人的关系可谓非常不一般了。不过出道之后，两个人同台的机会并不多，这不近日也是一起录制了综艺节目，收获了很多人的关系。其中一幕就是黄明昊邀请蔡徐坤和自己一起模仿雷佳音的吹雪图，蔡徐坤当然是拒绝了，不过黄明昊自己一个人还是做了起来。一旁的蔡徐坤反应也是让人不淡定了。蔡徐坤虽然嘴上说着拒绝，但是行动却很诚实吗？因为蔡徐坤完全是被黄明昊逗乐了，笑到不行。网友也是纷纷评价，两个人私下关系这么好，以后多多同台，对此大家期待吗？